知道这几年 crossover 的产品非常的夯，那其实 Kia Soul 算是蛮早期进来的进口 crossover 产品。那在小改款新年式之后呢，它换上全新的 1.6 升柴油涡轮增压引擎，还有全新的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让它的整个产品竞争力都有更上一步的提升。那以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规格，它是最顶级的一个版本，建议售价是 95.9 万元。首先在外观车头设计部分， Kia Soul 它的整个外形设计非常夸张的，那从引擎盖的板件上，它有一个凸起的造型，看起来比较有运动化的氛围。那么在水箱护罩部分，其实它是一个 Tiger Nose 的一个造型，并没有通到里面去。那其实前保杆呢，保有一个通风的作用。在两侧的头灯组，它的面积非常的大，包含有 LED 的日行灯，它的主灯也是 LED 的投射式主灯，那它包含有光感应的启闭功能。另外是在前保杆造型，它这次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包含在材质上，它这次也变成了钢琴烤漆的材质。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蜂巢状的设计，在两侧它有雾灯的搭配，在下巴部分它是一个雾银饰板的搭配，那让它看起来比较有越野的氛围。接着我们看到车的部分，我们发现它的整个格局是非常方正的，包含它在整个侧窗侧边的车窗它也是相当方正，所以里面的视野表现会相当不错。那么由上往下看，最上端它有搭配一个车顶架的配置。那么在 A 柱的部分，还有包含 B 柱，它都运用一个黑色系的搭配，让它看起来比较有悬浮式的车顶感觉。另外是后照镜的前端，它有搭配方向灯的指示。那么在前叶子板的后端，它有一个 Soul 的名牌。整个钣金线条都是非常的利落，那包含在前轮拱和后轮拱的地方都有一些突出的造型。轮圈搭配的是18寸的铝圈，这是在顶级车款才有这样的搭配。它的配胎是235、45、18。另外是它有具备 Smart Key 的装置，所以你钥匙带在身上直接可以上下车。因为 Soul 是一个 crossover 身型，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它比一般的掀背车离地的距离还要再高一些些。最后我们看到车尾部分，其实它在整个后尾的造型和一般的车款是非常不一样的，包含在这个部分它做出一个直角。那其实这几年车款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车商会运用一些包含空力套件，比如说一个小尾翼搭配，让它比较运动感。那 Kia Soul 它的这个设计是比较独具风格的，那同时它也有一个第三刹车灯的配置，后尾造型是非常垂直的一个造型，那它的尾灯是整合在后尾门的旁边，它是一个垂直状的一个造型。那里面部分包含的后刹车灯是采用 LED 的主灯，那在方向灯还有倒车灯都是传统的卤素灯泡。另外是在下部分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大的后保杆造型，同时它也整合了后雾灯的一个功能。那么在最下端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包含有一些雾银饰板，还有钢琴烤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行李箱的空间表现。首先，我可以透过电磁阀开启后尾门，那两边都有油压顶杆，可以把自己撑起来。那么打开之后，它上面有个帐板，可以往前收折。在一般的状况之下，它有238公升的空间容积表现，其实并不算是非常的宽裕，这样的一个车型来讲。不过它有具备六四分离的椅背倾倒功能，你把第二排整个倒平之后，它可以扩展到878公升的一个空间容积表现。那另外是在下部分的地方，它有一些夹层，你可以放一些小东西在里面。在内装部分 ，Kia Soul 它的造型也是非常特别，在上半部的地方，它运用很多包含一些类似于皮革还有软质塑胶的材质。那同时它也具备非常多圆形的元素在上面，包含它在整个冷气出风口的上面呢，还有一个音响的喇叭，这是圆形的。那是中央，它有一个小小类似一个置物盘，它是一个圆形的搭配。那么在中央这个区块呢，我们发现它在外层用一些包含钢琴烤漆的一个饰板来盖住它。那里面这组八寸的萤幕其实是一个外厂的搭配，不过它在整合度来讲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我目前看起来不会太过于突兀。那么在里面有一些功能可以使用，包含它的卫星导航系统，还有影音娱乐系统，都可以透过这个萤幕来做操作。同时，它的倒车显影功能也可以透过它来显示。那在下方它有一个
恒温空调的一个系统，不过它是单区恒温空调。排挡杆的附近它运用的也是非常多的，包含皮革的材质还有钢琴烤漆来凑成这样的一个质感。那么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隐形启动按键，那在手刹车的部分是传统的手刹车。仪表板是双环式的设计，那么在中央它有一个 4.3 寸的彩色资讯幕，不过它的功能非常的简易，包含一些行车里程的资讯可以透过这个萤幕来做显示。那方向盘是三幅式的设计，我觉得它整个触感还有整个形状来说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在盘径上面它有一些快播键，在左边呢是音响系统，在右边是定速系统，在左下方是蓝牙通讯，那么在右下方是中央萤幕的一个操纵按键。那同时它也具备一个 Drive Mode 的模式，就是可以调整行车模式，在方向盘上面就可以直接做调整。另外是在一些便利技能方面，它有光感应的启闭头灯，那雨刷拨杆是传统的一个启闭方式，那同时它也有一键启动的引擎启动按键。在双前座椅部分都是手动调整的功能，他们在椅面的材质用了透气皮革，像今天这种非常热的天气，其实坐起来并不会太过于闷热。那我觉得它在整个支撑线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它并不是像赛车一样非常的夹，但是我觉得该有的一些支撑表现它都可以固定住我。那我比较喜欢是它的头枕的一个设计角度，其实可以非常贴合我的头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并不会过于的头部过于的摆荡，其实这样对于舒适度表现也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在安全表现部分，在主动安全部分它有循环防滑、车身动态稳定系统、斜坡起步的功能。那么在被动安全部分，它有正向、侧向、侧边气帘，有6G 的辅助气囊，同时它也具备了一个盲点侦测的功能，还有车后盲点的一个警示功能，都在这台车子上面。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后排的乘坐表现。首先我们来谈到车门的进出动线，其实 Kia Soul 它的整个开门的角度非常大的，那尤其它在整个格局非常方正的状况之下，它的开口面积也非常大，所以我在上下车的动线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目前前方是我正常的坐姿，我身高是178公分，那我目前的膝部空间大概有一个拳头的距离，那么在头部空间大概也有一个拳头以上的距离，宽裕程度来讲是相当没有问题的。不过我要讲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在前座椅背后面这个区块它是用硬质的塑胶，那么其实如果你坐斜一点的时候膝盖去顶到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如果它用一个软质的材质来呈现的话我觉得会更好。那么在整个椅垫的发泡棉是比较偏软的设定，包含它的长度还有椅背的一个角度，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尤其它在地板的部分是完全平整化的设计，所以上下侧的动线会相当的不错。那在缺点部分就是它并没有后排冷气出风口。那另外一些便利机能方面，它有一个中央扶手的一个搭配，上面有两个杯架，那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它有 ISOFIX 的儿童安全座椅固定扣。打引擎盖之后，它两边都有 UR 顶杆，可以把自己撑起来。那在隔热棉部分也有，里面是一具 1.6 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它的实际排气量是 1582cc， 搭配有柴油涡轮增压的一个系统。它的最大马力有136匹，产生在4000转，而它的最大扭力有 30.6 公斤米，从1750转开始涌现，而且持续到2500转。那搭配的变速箱是7速的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系统。那这两者加总下来，它的油耗表现大概是16.4左右。我们现在试驾的是 Kia Soul， 那在全新年式小改款，最受瞩目的就是全新的 1.6 升柴油涡轮增压引擎，还有全新的变速箱，就是7速的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系统。那其实这两者之间的搭配，其实比较明显的感受在于它在整个低速的扭力配合饱满程度是相当好的。虽然它的账面数据是30多公斤米，好像很猛爆的一个输出力道，但因为因应这样的一个跨界车型的调教，所以它在整个低速的扭力呢是比较顺畅的推行你到达你需要的一个速度。而且这样的一个顺畅程度，其实它的七速双离合器变速箱占了很大的一个要素，就是它在整个换挡的反应是比较平顺，而且它的速度也蛮迅速的，在档位跟档位之间的衔接也都是非常顺畅的，所以它在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其实你油门稍微含着到60公里的时候，它的档位已经跳到6档了。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设定之下，它的省油性表现也会有相当不错的一个呈现。当你需要比较大的输出力道的时候，其实它的模式切换非常的简单，而且就在方向盘上面，你可以透过模式的切换，比如说切到 Sport 模式，这个时候它的转速会拉得更高。
那其实同时它在整个松油门的时候呢，它也会带给你类似一个打煞的反应，也就是它的整个机械感的回馈是比较重一些，在 Sport 模式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一般的 Comfort 模式之下，它就已经非常好开，可以应付你路上 90% 以上的路况。在 Comfort 模式之下，透过油门深浅的一个反应，其实它的作动反应或者是它应对方式都是非常迅速的。转向手感方面，它是比较轻松的一个辅助力道，也就是它的辅助力道是比较大一些的。当然它也有速度感应式的方向盘，所以当你车速变快的时候，它的方向盘的感觉会变得比较紧实一些，带给你比较好的一个，跟你讲，一个信心感。那么尤其它在方向盘很轻的状况之下，它的指向性表现其实也是非常精准的。那么再加上整个底盘的搭配是比较偏向硬朗一点点的一个程度，比较偏向欧系车的一个反应。但是这个硬朗的程度大概是在前段的时候，比如说你压到坑洞的时候，它的扎实感是相当不错的。不过因为受这台车子它是一个跨界的身形，那它的整个车身的重心是比较高一些的，所以当你面临一些比较刁钻的弯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整个车身的侧倾是非常明显的。那这或许要透过一些比如说减震筒换一组全新的避震器，或者是在车身的结构感要再多加一点补强，才有可能消你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然以现在的试驾车，我们搭配轮胎是18寸的铝圈，其实照理来讲它应该要非常听话才对。那换句话说来讲，它的调教是比较偏向 SUV 这样一个舒适的一个调性，甚至你可以说它的整个驾驶的步调是比较慵懒一点的，它不会要求你随时都要非常精准战战兢兢的开这台车子，反而是希望你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驾驭它。那在这样的一个 crossover 车型上面，包含它整个座椅的加高，包含我的整个头部空间非常的好，前方的视野表现或者是四周的视野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的。其实这样的一个跨界车，它带给你非常不同的一个驾驶感受。整体来说，这台车子它的缺点大概就是我刚刚提到，在操控表现其实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提升空间。那在整体来说，它包含一些外形设计和内装设计，其实都是非常吸引消费者去看这台车子的一个诱因。那再加上它有不错的实用机能，它的安全性表现也不错，我觉得像 Kia Soul 这台车子算是一个蛮特别的选择。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展现自我的人，想不想要跟一般人一样在路上穿着开着好像穿制服的车的话，其实 Kia Soul 它是一个相当有趣而且不错的选择。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